我肯定不放啊，陆毅。我不放。举高点手。这一看就是单上的。手都碰上了。那没办法了，受伤了。你立正，你两个手往上抬着嘛。就是，不行了。我来就是翻你的，别放学后来，因为我不想过去了。哇哇！这个红的对力量要求太大，力量不足就过不去。啊？下一边走一回啊？